个失去母亲的孩子，气胸是他唯一的救赎。我一定会抓到你，害死我母亲的凶手。追查真相的执着，让他意外挖掘出另一个惊天秘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盗用警察的身份？从过去来到了现在，为了追凶手。照片中的人是我30年前的师兄。他的出现却让隐藏的真相露出曙光。隧道，9月19号晚间11点，东森戏剧台。